我蛮推荐大家，就是说，今天有帮大家抽到，大家在心境上、心理心境上有一些不舒服、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塔罗牌如果有帮你抽到这张牌的话，我是蛮建议大家上网去找这张牌的图片，然后把它存下来，放在你的桌面，就是锁定手机的桌面。你打开手机的时候就会看到这张牌。看到这张牌的时候，你就要提醒这一张今天帮你抽到的塔罗牌，它要告诉你的是什么？它要带给你的是什么？就是圣杯九要你要带给你的是，比如说积极的牌，要指引你回归内心的满足和幸福感。你要看到这张牌，就要知道这一张牌在帮助你，它在给你能量。我觉得这是我之前在刚开始在抽塔罗的时候，我很常做这件事情。就我今天如果抽到一张牌，它是要提醒我，它是要帮助我的，我就应该要让我自己很容易可以看到。所以我觉得可以，你大家可以去下载，然后把它放当成是你的桌布，时时刻刻提醒你抽到这个。那你现在心里有不舒服，但是看着这张塔罗牌，它的画面带给你的能量，它想要告诉你的，它要提醒你的，它要建议你的，我觉得对大家讲还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，可以参考一下。